这个蛮有趣。嗯，谢谢。办法，办法就是你来，你来就是，办法我们要怎么造句？那个 yedi 办法我可以怎么造句的？是，说看看。办法，我们应该有很多办法说是周围。嗯，也可以，对，很棒，我是那是人嘛，对，可以说我们应该有很多办法可以学中文，丢啥都有你在里面还学的，可是还有就是我没有办法，我嘛你那边学不，哎，你们有点动物家嘞，那背，啥没办法嘛，老师背的弄呢，就是说你们刚撇的不呢，那老师是需要的比较吧，是背，是你们刚撇的，那背的弄呢，老师就再去跟我们把一下不，那老师，老师你的明天我明天就那边面比较有可能老师有讲过的，老师不是忘记的，老师讲到一个边面了。那边啊，最 likely 的，你们刚刚喊的不在这哈不？那老师过不了不录课了，发烧，我发烧了，哦，发烧就是过不的啊。speak up 呢？还有老师感冒就是偏哪的？所以老师大部分教大的明天搞错啊，生病、发烧、感冒。啊，高老你们刚去的吧？高老对。就是你们刚撇的，然后后面老师情况嘛，那状况有点不一样。谁面试你们刚撇的？那老师说了行，那个上个礼拜就是老师这几天就是生病了，你们刚撇的呀？你们刚撇的嘛？老师有什么情况？有发烧过不嘞？我不是感冒，撇我不感冒就是老师撇了，是 A 米比撇了。老师不是 A 米比撇，我呢老师就是发烧没有生病了没有？哦，那感冒叫老师 A 米比偏哪了？比如说老师讲到母语的到了母语的了，那当然是老师感冒了。那了没呀？母语都搞没记住了，那是感冒的 A 米偏了。那考试抓呀，我可能考也超标，哦，sorry，艺术不要偏，那是老师 A 不标偏了，这是老师那叫感冒。所以懂不懂了？你们讲了，这情况不太一样的。那老师说或者你也发烧了，过不了，因为老师是现在是夏天嘛，台湾就是啊不，哎呀，老师我忽冷忽热，忽冷忽热，就是说有点几不冷，有点几来说老师没有。那老师不，那里叫的挺嘛白呗，差不多那不下比较偏比过不了哦，那叫发烧啊。那老师咳嗽是老师超速的咳嗽，好，这些都是老师为了考试。那老师讲的一般嘛，老师算，现在是9月考试，这你们已经来不及了。那有可能老师12月有考试，老师讲的 HSK 辅导批的加我第二个说啊，没老师阿妈看爷爷，可是啥家的强盗不要我呢？咱们这反正说不可能的了哈，啥家的谁？老万老师 boss 批的，那老师这个都是老师，咱们这个不必要拒绝他。那老师他也得呢，老师拍了不呢？你们刚批的，咱们嘛罢了了，当然是咱们嘛学啊，哦，listening 嘛，那还有老师 reading 嘛，还有这个标准的动位呢，所以老师当然是得确保对了嘛。啊，咳嗽超速的，那老师肚子痛，那老师讲他了解，三摸外码的痛那么对，完了对不着，疼那对吗？啊，三摸外码的疼，那老师的这个标准个不比较大，比他比较痛，肚子痛，那是肚子痛那胃痛那么多，胃啊老师啥也白熬那啥也熬那住了，没读呢，白熬那就是老师讲的，就是啊啥面啊，比如。你有的啥的啥路白熬哪路什么胃痛来着？老师啊，啥也熬哪，啥也有干啥路熬哪没有？所以肚子痛呢，胃痛呢，老师我们就比如说，哎，拿得清楚，比如白熬哪，那也是肚子痛，我肚子痛。那老师胃痛啊，老师我们读胃就是老师啊，啥也熬哪。哦，没嘛，基本上老师说胃不好，我的胃不好，就是老师啊，啥也嘛，刚胃就是基本上他是啊，啥也。那老师啊，啥也谁说不如何？胃药。胃药，那是老师 C 上面的一般嘛，没嘛，这帮还没修了，没 C 上多少 C 位，没 C 五六排路亚嘞。胃药就是老师那叫 assign C，哦 assign 呢把大家喊过，里奥那 assign 奥那老师道路亚嘞 C 哦，喏，所以胃痛，所以肚子痛的胃痛的，大不了不要搞错哈，老师胃啊 assign minus assign 啊，还有老师 HSK 服嘛，得查包对呀嘞嘛，怀孕。和乌哀怀二声怀一温云四声韵怀孕，这个老师没有讲过的，没听不懂。怀孕，
欢迎是国文呀的，嘿，我欢迎了，那国文呀玩一个，我国文系多一个的，国文呀的就是国文系的不咯，我欢迎了，那国文系多一个，还是我国文呀的欢迎。listening 嘛，老师把的这部欢迎不是啊，哦 ，HSK for mostly 欢迎，欢迎就是国文呀的。哦，那老师这个是教过的慷慨的，惆怅或是惆怅，啥么买惆怅不？惆怅。啊，那老师刚刚表示，那就是头痛要劳动呀，我喏，眼睛痛，那三百万岁眼睛疼，哦、啊，四个百万岁眼睛痛，你啷改的？啊，老师说现在就是老师你啷急，老师你啷说眼啊你的，不能一直看电脑，所以老师下课就老师马上关电脑，都完全不看电脑了，因为老师你啷么搞？因为老师也是你们刚批的，也很严重嘛，所以老师这喉咙老师打铁，所以老师你啷爱用做了对门讲，所以老师是你啷。对，那边所以老师是眼睛一直痛，你啷改的哈、哦？还有牙齿疼，牙齿痛，你也来表我来礼拜，牙齿痛哈、哦。那老师是明年的第老师的课本嘛吧？邻居邻居路那边拍两个钢片的嘛？邻居邻居邻居就是爱你那间，老师有造句哦，他是我的邻居，都爱爱你那间撇的，爱爱你那间撇的不？啊，比如说啊，苏念奶奶是我的邻居，都爱爱你那间撇的 ，nice boy。啊，那啊，我的邻居都很好，爱爱你那间的，哎呀，高们，我的邻居都对我很不错。就还让老师你也看嘛，因为在看嘛啊，就是把文件搞么搞么接的，怪邻居不好，还是老师真的是很烦的事情哦，是做特别不搞难，还要选啊，哎呀呀，上保洁一陪那就是邻居不好的事情。再要说三木的部分。哦，三木嘛 ，listening 报告爸爸来说，就是说啊，哎，你那今阿婆老人家走路去的，群里一节一盆那不，啊，就是做做 ASAP 报告来说，哈，我老说 listening 嘛，把邻居哦，哎，你那去，那这是老说 HSK 的原因呢，那爱好搞了 DB 的，那老说的 HD 课本 HSK 的原因选择，选择老说不要忘记，就开始考那 grammar。老师讲到哪了，就开始一边写一边，选择就是语气是要。有全部，嗯，不能。生命联盟呢，之前没有找过的嘛，店铺选择。比如说，老师张大爷那些老师，那些哇，老师那些云山呀，张大爷那些不玩的老师都，那些平山呀，别的哪个老师不别。老师干嘛？比如那些有些学生老师，高中，西藏果然比江上面的路人咯。啊，虽然比张三明这的人呢，还是大学一年级、二年级比张三明这的人有很多种嘛呢。那就是说，老师讲那台台教那哪得钱呢？那老师台台教那哪得钱呢？至少要过得阿妈，你可以来上课的。所以就是说，你要是咱们阿妈来说，我说你没有选择，因为有些条件需要，就是你一定要过人阿妈。那你差点让我骗来呢 language 的不如 university 的不少完全不可能的事哦。那张大老师张大密码比较张大一层那些看啥就是说我没有选择那么有选择也没去过的确也就是说毕业一度得了那论文困难文章那样的没有的事的因为他们没有选择嘛都是嘛有选择也没去啊有些选择就是说在老师是和老师拿笔老师我们要继续上课嘛路拿笔没也没关系也不能老师的我问了老师的老师哦，不是这样说，那个也有什么啥没有啊？他老师啊，叫着和 education educator 是啊，要撇的这，老师啊叫着那对不啊？我比记得还没有这么写啊，喏，在查还没有了，没地啊，然后模糊，什么啥啊，然后模糊不喏，地的，可是也是，我找那里那些那对不啊？我比如老师啊，就给他调呢，那对不啊？我无啥别的，我是叫他们继续，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有选择的话，你要继续像，上课不能固然必要的还是老师大学就是教大学说了一年级别读完了那老师比较推荐就是说、哦、你要读完二年级那老师就可以办嘛那大部分的老师讲的就是说不哇那不得的还没完不懂了我没有选择那老师不哇呢起立表面虽然老师刚中毕业的时候老师不把老师阿爸的工作办那老师爷爷奶奶都是医生是要问的那希望我是在他们希望我上那个医学嘛哈，谁来得到？有嘞。可是那时候，老师的妈妈就是
已经五十差不多快五十岁了嘛。阿米亚邓阿塞，那老师那时候是还是十四岁左右而已，十三岁十三十四，我跟妈妈差很大的年龄，很大，所以就是妈妈是没有钱，因为我还没有爸爸，这些老师有讲过。那这样看起来，爷爷的话，他爸买了表饼呗，就是哦，不表么，怎么样？不管是地了，公民爸爸三婆姑说了些，冬天哈就是我明天呢开开的裤子鞋啊，所以老师嘛，你妈妈没有钱嘛，还有没有爸爸嘛，也没有姐姐哥哥，我他不明白了，没事有，可是爷爷奶奶啊，他不明白，可是老师基本上老师是比较有一点骄傲的嘛，那奶奶记得，所以就是不希望就是人家帮助我，所以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选择嘛，我们就去想的是有几次叫的不低，人家也爱情啊，老师很流行，就是说阿龙啊，老师张臂段不会我提着钱的努力原点了。阿公啊，老师爱去噶，阿公啊提着，因为呢，虽然阿妈是阿妈过年是说年过节都要呢，阿龙阿公啊提呗，在家里为点我弄这回事啊。那老师，那么对我来说，没有选择，老师在不如先生来说。那比如说了，你睡觉高高的，你要说，啊，发动力啊，那后面要怎么样呢？为第一段么在乎 ？Profession 呢，皮得来的苦不弄嘛？这老师是老师在看你吃不哩？所以老师觉得我没有选择，我们一切下面是有爱情的啊。只是所以老师就是选了那个远距大学嘛，为点 distance 为代表。那老师后面就是专业的不能选一个这 language 的苦学起啊不？但是老师的都咩路？漏不漏不要考课本没本嘛，老师漏的漏过，老师啊 professional 漏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所以老师那时候没有选择，老师把叫谁到现在很多人问我，你那时候为什么没有继续上那个医学 C line 的答案，我说那时候我没有选择，那么有些咱们 CK 问题是钱的问题嘛啊，还有我现在。今天又遇到了一些你的问题吧，那你的问题就是老师也跟老师说上两个月的问题跟一模一样的，老师两个人呢，老师嘛没有选择，有很多问题，一个是老师的是就是三人就做完好吧，因为老师今年就毕业嘛，老师说哎呀很忙，对老师三人一样可以吧，今天嘛老师不得不学好，老师得超级毕业嘛，这是对我来说很重要，老师咱们不会养嘛哦。第二个是老师啊，我爱中啊地办嘛，这边查包查摸皮我已经办门了嘛，查摸的查包皮啊嘛，还有所以日文课这边查当然写。还有就是老师啊，因为前任老师谁啊，这等老师的那样不是哦检查完了，那哎呀老师真的嘛得卡呗得困写哈不？那老师哎呀嘞，如来的前来的路亚模糊。他的中文就是资格，那老师在说那么拉着的说外国人那应该加到所有只有老师调查爱国乱老师爱美华有人一边就是台湾啊车站下马里木拉人下买高中下买的丢啥的没这个那就底下撇读了拉丁啊了过然后老师说丢啥丢啥丢起来等于秒的了我丢路表达的是人们喜爱的地方是不是所以老师啊啊这不啊老师哎呀这不变了都能喜欢所以老师哎你们凭你这样的所以报名来说哎且嘛老师报名他的啊我把他撇到啊面试皮他这不一面试 interview 皮啊的那老师啊来把他撇到好东西撇啊还有老师这边嘛来留个一级还是所以老师有很多零啊还有老师地方来这样的地方你还有呢我有很满可是我没有选择那么有些家人是有就是我一定要坚持的要继续努力对他说我设了比较漏端啊没办法或我放弃没说别好嘛老师嘛人路面没事那就基本上呢已经报名了人家说漏端也没放弃路面了人说路面你是要嘛哈人民你起立上外哈没放弃路面啥的呢没放弃了也不能在那老师的 profession 呢？那老师打算啊 ，master 就是 PhD 啊，还有遭遇犯情了，也不可能的，我去哪里哪里？那老师人生路压力也不下去了，没几啊，没有，都是我还是要继续努力嘛。所以我那时候很压力很大，我跟你们讲过，就是分享哈，老师是压着等的，老师我啥的呢？
老师要老师调出来比如你明天拿糖你还是不明拿糖老师啊等等了那没有人拿多少大量是不用修孩子后面两岁就没有这些都把别人挖个多少花片哎呀我老师在帮着不忘嘛看看中嗯，等人的葫芦表演，妈妈有爱情呀！因为重点是老师表表白嘛。啊，刚刚台湾路边摩利亚的路在这路嘞，那摩利亚的台湾嘛不会压他的，是亚马人骗你吧来说嘛？哦，都是男人也是亚马，都是男人也太太好的。老师路爸妈的，哦，那个家长最好到得说你身上就都是那几个，还有都是啊，破来给来录哦，把那 presentation 录开麦的也对哟。好，后来不是人去楼盘的时候，都是过过他调查不说，调查先去老师讲了，都是你到屁了，你得查包底了，都是你这是别家的老师啊，所以老师嘛，都是那，哦，都是那么多人了，都是那 level 没那样了，啊，得楼啊，还老师的不忘嘛，开开始玩了，可是老师那时候没有选择，可是老师什么上课我刚走楼开的，所以老师今天。第六秒，老妈给我压开了，不喏。所以老师哥哥哥，哎呀，嗯，公园了不？公园那嘛那家那么多喏。公园就是说，老师就在开啊的，慢慢开啊的，哎呀，慢慢就那的。老师底下压的钱嘛，哦，哎呀，那天我们上来对吧？那这爱看哪点表表？老妈的，上公园拍手拍表，老妈的演技啊，这是老师没压开哦。啊，因为我爱情的话，就是说，嗯，不表喏。不要，妈都说哎，有 PR 吧，我喏，看啥 PR 咯？的那个家大调呢，那多那年的热度啊，就啥的看啥就说，老说的严苛苛苛的钱啊，我谁家调骗你的钱嘛了，妈不喏，多那热度啊，就啥的看啥这个，不弄嘛，就不要弄么样的看啥这，严苛苛的，苛苛的啥都苛苛的，啊，老说这你弄。老师的你都是嘛私下都要骗你嘛老师的爱情嘛是吧啊刚读的你都非得要别骗你啊。爱情嘛嘛都是那时候所以老师哎呀姑姑我姑就咋开啊对同学所以老师的你也就不要看嘛不能你有很难过去嘛哎呀被门来开了看啥被门你你啥么被安抓比较你啥的会皮比较的爱情嘛要看啥这你把你妈妈读的姑姑姑哎呀姑姑你也还没有压力的哎成也看啥这个把你妈妈读姑婆啊对不能好所以老师是张妈里的姑姑放弃成也还没在不是那那么对张妈妈需要嘛张龙某公就是张妈就在的好把张妈那么说事情老师过来路就在所以老师选择是这种你不能那时候也老师没有选择老师被杨妈的路路没压开的去你牛西呀，所以老师的选择的老师领了的卡密码都没压了没有啊，我没有选择啊，你没有选择了，你嘛有些是也没修，比如说你嘛有些是也没修，说哎你为啥觉得还没有表达模糊？哦、啊，比如说你呀、啊，啊酷，你嘛，比如说老师讲了一般不，不啥没修，那么你呀、啊，谁叫我得钱呢？不参加了没修。那你有选择吗？你没有选择，你嘛有些想没去，就是你只能读一般的大学嘛，哦 ，normal university 老文你的路亚嘛，你嘛不什么去，你医学大学你到大陆身边嘛，不可能嘛，还是科技大学，电脑科技大学，工业大什么第一下到大陆呀，你阿明啊生下来怎么重录生下来的，你有选择吗？那你没有选择，所以老师，你那那么批的呀 ，choice 路的呀，没有懂，那不是哎你多少注意呀，我判断多少注意的选择没有懂进来，好不？哦，爸爸，这我没有选择，所以那老师我把马里面还比他，那应该老师讲那选择那不得比哪里没去哈。好，那老师帮帮到龙那这边，老师我的比的，我的比的，就是说白比的白，怎么的？白比的白我的，所以还没有到哪里呢？白皮的白瓦的包哦，瓦的我包了，白我瓦瓦我皮瓦说白瓦的含有的吧，懂了？哦，这差毛都听不懂。那我吃饱了，吃饱了啊，白瓦瓦皮，白皮瓦说有，懂了？那你吃饱了吗？你白瓦皮了？哦，懂了，含有。那吃饱了就想睡觉，就不在那说啥了。白瓦皮说大呢，想睡觉，以前呢？哦，我吃饱了就想睡觉了。
哦，白宝贝说呢，一起的。日老师说吃饱了，终于动了牙了。哦，我口渴了，一啥的？我渴了，录了动呢。我口渴，一般是老师会讲一啥的，我口渴呢，动呢。渴的龙呢，老师说的，明年的嘛，我弄是啥白的嘛，拍点卡面嘛，动了。我渴了，一般是看表妈说的。我口渴了，那一啥的不？那应该是学过的，女巫女上红上，女巫女上红上。对嘛，老师，不是欧洲人民文学的对呀嘛？女巫女上红上，春夏秋冬，春夏秋冬，春夏秋冬，那么天里天天，女巫女呀的上红上呀的。那看我们缅甸来说，我们缅甸没有四个季节。那老师，就是说我这里加一下一些，就是现在。缅甸嘛，缅甸现在是，缅甸现在是，哪个季节？什么季节？卢索阿特老师 ，which one 背着过来？缅甸现在是哪个季节？季节是老师乌珠亚的天气那么重呢？缅甸现在是什么哪个季节？缅甸。你妈逼个 subject 现在单是 what 哪个季节？which seasons？ 哦，八五度亚的嘞。那老师，你妈逼妈说有几个季节？三个季节。哦，缅甸有三个季节。你妈逼妈说，五度亚的都过去的三个季节什么？你妈逼妈到内蒙上嘛？夏天哦，雨季。雨天了，老师东南天，雨季呢东南面嘞，木亚的哟。雨季哦，雨天了，老师对么东，雨季。那是老师李正月里呢，么住的路那么住呢？老师李正月里啊，不嘛木么吧，都啊老师啊季啊木吧嘞。哦，雨季就是老师 rainy seasons 木亚的。那不过我们缅甸有三个季节，一个就是夏天，一个就是雨季，一个是冬天。可是我们。大部分那哪年礼拜嘛，啊，日Japan no， 台湾 no， 就比如嘛叫乌鲁亚的四个季节，春夏秋冬，内乌内沙乌桑所有的时候，乌鲁亚的里面些。那我们台湾的话来看，我们台湾就是现在是夏天，女亚的，啊，女亚的。那老师就是，台湾就是老师，五六七嘛。sorry， 五六七毛，六七八嘛，六七八就是夏天，九月就开始了秋天，三五假的吧，哦，那这是季节，还有请假，请假老师讲到常常听过，困有的，老师，我想要请假，那困有钱了不？哎老，困这一路去呢，所以不要了，老师我想要请假，一天路都能啊都撤，这样去说的也是没有错，可是那都有道理。level M， 老师，我想要请一天假。请假，老师，我想要请一天假。我困得要老路去呢，老师，我想要请一天假。大问，老师，我困得要路去呢，老师，我想要请两天假，所以嘛，表我想要请假两天嘛，懂没？所以，我刚刚说的，老师教哪里平常说，哎，老师，我想要请假。就是一天，那是老师妈耶路老师表达模糊，就是我们可以用一样的用法。可是不一天假，就是老师懂了不能 listening 嘛，老师把的那 level 也要解释，那里面呢，我想要请假一天，可是那也录取呢，老师我想要请两天假，没休，请假两天左右懂呢。还有老师 DHS 给的嘛，一共是出车数数吧，哎呀老师总共左右懂呢，总共啊老师 HS 给 four 嘛。总共啥老师数吧我们一共多少钱总共多少钱老师说一共那么多老师说总共没懂了总共多少钱请问一共多少钱或是请问总共多少钱数数吧不捞下来出车不捞了不好那老师明个老师那不代表老师HSK3 嘛结婚吧那老师订婚的离婚啊 HSK4 老师特别他了结婚，老师讲的阿龙弟弟的 ，letter 的 ，migla 上的 marriage， 那 sisters 的 engagement 楼的，就是订婚，就是
比如说老师让老师男朋友已经等婚了，谁在他比的那时候是在他比如等着嘛，老师已经等婚，老师等婚很久了，可是老师因为没有结婚，就是说老师还没有毕业嘛，还有老师你妈比以前别路亚来米亚来去你的米亚继续了，我们还没有结婚，所以我们今年才要结婚的，可是我们已经订婚了。好，离婚呀，老师挂心了不？我爸和妈已经离婚了，离婚，我平年明年要挂心他了不？我爸和妈已经离婚了，离婚，所以老师这个三个都是老师粘在一起的猪猪片呀，都是东葫芦要着，所以结婚、订婚、离婚，离婚要是不好的事吧，我们刚能给啥呢？可是老师三不会嘛罢了，过了屁的年嘛，举一开的哈嘛 ，A B C 嘛，结婚、订婚、离婚，那太的谁说的挂心呢？那啥白嘛对呀嘛，后来就是脑白，那一般说不嘛。那刚刚说的嘛来比较开的，一般就是老师 A 就给你嘛来罢了。你一般几点起床？你一般早上几点起床？你爸妈他们那边哪一家嘞？你一般几点吃饭？你爸妈他们那边哪一家嘞？啊，有不有啊？皮包呢？啊，那你一般怎么去上课？你爸妈皮不如讲多嘞？你一般怎么上个班？不如啊皮爸妈录多嘞？说哈没有？那丈夫呢？大夫，夫那龙主的哈，有他嘞呢？丈夫啊，起不？还可以说先生。上山所以大家都会看得懂，丈夫所以有些时候人看不懂了，所以要记得丈夫可以不大夫啊，是要问路比我太大些人啊都能 HSK 的 tomorrow 之前老说医生所以明天啊穿不拉看的话这有啥 HSK 吧，大夫我懂了，大夫就是 tomorrow。 那老说这里晚上就老说这有啥我可以这批评米拉来看嘛，就是医生是要问路比较没懂了哦，所以老师大夫，所以老师先让六个解开嘛，医生我们都没呢，大夫呢都哪面嘞？就是 C R 我们当妈了不？那老师啊的嘛，早那看没完没 C R 我六把大变了呀。可是老师是东农皮的这，是东农的你娘，老师当妈了，所以又把大变变给他了，说是大夫所以又对他嘛不？那还有办法？你来说说把妈拔断嘞？那老师啊，我没有办法，妈妈你来没去不？你有办法吗？你妈你来去了。好，那未来老师一句不，就是一种语法 grammar 不，未来就是 address。明天要说老师讲到一啥拍的，未拍的哈的嘛哦，半拍的路呢，未拍的路呢，半的未呢，老师得给他们读呢，写的汉字要清楚。我为了你买了一条裙子，我 subject 为了 address 不读 address 说的好，我是哪样没？我为了你买了 verb 读法，我为了你。就是地嘛，老师 subject 就来它 be 买了 verb 房东呢，哦 be 老师 object 一条裙子 skirt 的，我为了你买了一条裙子，俺那条 skirt 的我也看的不，那没的不读着，比如说俺配着 any 的 t-shirt 的我也看的不，我没有面不露表嘛，俺配着 t-shirt 的我也看的 ，t-shirt 就是衬衫。我为了爸爸买了发猪，买了一张衬衫，衬衫要知道哦，老师你来买衬衫老师 T 恤吗？衬衫，我为了爸爸买了一件衬衫，我披着 T 恤的时候给的，所以为了就是对啊，这事都是为了你好，你好模糊呢，啊，你这个你好张啊喷，不是你好，这事都是。这是多大的阿龙的 subject 是批的，为了你，你也对好做了高母。大的阿龙的，你也对高母批的。老师啥的呢？看有时候就是，把叫那里啥的，那我能念念，比如自家的，对不对？老师，过来总对啊的，经验不孬，对一种的，把叫不变了，就是，这些都是老师觉得为了你们好，你做高母对了。因为老师不管嘛，叫那这出压力嘛。不是呢，为了压不买，老师的那个啥嘛，你老师的那些不花撇单那里呀，你用钱买不到的，哦，不是呢，农民为了买了压力，老师的经验里呀，就说比如说老师上课的时候情况呢，老师的嘛，这个中队的孩呀，不是用钱买的，你们买不到，就是这些都是老师是为了你们好，你搞么着？那老师有时候叫你们背书，还有你们没有背书，老师会生气，老师睡出来吧，不是？都是为了你们好。你如果高木的
哦，就是那种啥龙马亚没说的哈没有，哦，那决定送票的，我还没决定，那么送票的，比如说你要去台湾念书，念书就是比伢的那啥，你台湾比伢多得吗？已经决定了吗？送票比比了，哎，我决定了，还是我还没决定？那这是什么差的一个？啊，那老师第六位吗？需要话老师讲到阿龙第一的，六二的，那老师都那三名的必须。必须也是罗的，那老师必须呢需要差别什么八卦了，一样的，必须啊需要是哪边的，所以老师讲哪里 ，it's just good for 嘛，所以比如说你需要上课，还是你需要背书，你啥叫破罗的路，表的是给表不，老师的你需要背书路嘛，表你必须要背书路表，当来的语法老师就是当来的生词的刚子面多的，别的老师讲哪里丢啥 skill 面多谁的。你必须要上课，你必须要看书，你必须要写字，你必须要好好工作，你必须要认真，你都没有动容呀嘞。啊，那老师 ，HSK listening 了，我们家都要批注意了嘛。根据了啷么判的？根据就是不得比着，根据不得比着，根据这段话，第三班呢不得比着，可以知道什么？把你第六样的，所以你的 listening 嘛罢了。所以根据就是不得比，根据这段话第三班呢不得比，所以老师 list HSK 三模的招收皮来 listening 都在看嘛，咱们批评你吧，没根据不得比，还有情况啊，请你今天工作情况怎么样？你那老请你不录嘞？啊，比如说你今天去上课了，你妈妈问你，哎，今天去学校上课的情况怎么样？啊，哎，今天老师情况怎么样？老师请你不录嘞不？老师请你讲了不？比如说寒假有的时候，你若或者你啊，你若这样讲讲的，你若这样脑松这样皮的对，脑壳讲哪里不会影响到嘞？哦，脑讲哪里没事咯？啊，这样情况，你若啥么样？如果你若这样弄嘛，脑这样洗的，所以脑这样讲哪里好可惜的啦，到哪委员讲呢？哦，因为前面情况不好嘛，而且请你们讲的，脑讲哪里的家伙啊，得忙看啊呗。还是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啊，多少啥也发偏麻烦，他们讲哪里？哦，不是，谁讲哪里嘛？讲那他们讲哪里都怕人嘛？老师，那讲哪里都没比的，这是正常的。所以，哎，老师今天情况怎么样？所以你们或者你啊，啥面都成熟的，所以你们等最后场课，老师我们这样批的对，哦，那该搞么啊？那讲哪么些的？如果的，哦，所以老师有时候你们前面的课是，你们前面的课学生的。就是没有背书，我很生气的话，你们真的不容易了。那天就是你们情况，我情况不好的话，你们真的会影响到你们了。我得忙看啊，所以情况就是爱情的。这是老师说，不可能不得的，明年吧。好，那老师啥来拍这个卡嘛？这卡的语法，果然嘛，我把老师拽来讲。那老师想说一下这个稿子也好，是给别嘛洞里面使用，可是老师啊会翻译会读哦，所以这个老师是给别嘛洞里面使用。谁都有办法看好你的病人，谁都有办法，谁的不都么说的阿龙啊有办法说老师啊，你能写的看好你的病哦，你也就是你们刚提到我呢。记不录来啊？你认识也是不要多动他了。哦，你有录阿龙啊？可有在哪呢？你们刚拍到阿龙啊？故意背哪幕？你认识也是不要多表他了。这个老师就是只有这是太旧的老师用法，我脑子给表嘛老师安排表演不太会用的。那老师生词都不讲了哈，因为生词都是老师都有刚刚讲过的。那课本看一下，在公司够吗你吗？那小丽说做经理的。做满你咋的？下个星期拉麦呗，我可以请几天假吗？这里有几天吧？来，老师讲到地他吗？就是冬夜，你也属于把它变路牙的。那也太撇断了，说六牛子个冬路牙的，请几天假吗？这个表嘛也冬了呢。啊，做经理下个星期。我可以请几天假吗？就是这个是老师表表明了，那也太撇多了。冬令啊也属于这种语法，这种动作动作呀呗。哦，我可以请
几天假嘛，请假我老师家人嘛，请那家人钱嘛。比如说明坤第一杯就留下来算了，我可以请一天假嘛不？啊，都要老师也恩年也是我老师动力也撇多来卡嘛，我可以请几天假嘛，就是动力也了困如雅不啦，就是也得出了困如雅不啦，所以这边那要了解就是几天嘛，所以说那也特别多动力也了，所以没有地差嘛。那周敏说你有什么事动力呢是给我吗，那苦了你妈怕给啥事了呢，我的一个 老朋友结婚，老朋友是什么，等一下好，我的一个老朋友结婚，我也等于就像命拉扫码的，我跟他两年没见了，俺那都那么对了，那那是比的。周明说：“你一共想请几天假？一共说数数吧，想请几天假？说困本来也录请来的，对嘛？假如几天假如本来也录撇多阿比，阿不嘛假如也得出录表了，阿嘛假如困本来也录请哪里的？”三天动也，所以老师对吗？几天用法地差不对吗？假如困本来也有几年了，不困动力也老六千的六表比奥马假如困本来也有嘛嘞？你想请几天假？好，那老师念一下那个母语人呢、啊？在公司。啊，母语人啊，严美峰。在公司，总经理小李说，总经理在上个时期哦，啊，袁美凤说白话来演讲你了。下个星期我可以请几天假吗？钟敏说你有什么事情？你有什么事？小丽说我的一个老朋友结婚，我跟他两年没见了，两年见了。钟明说你一共想几天假，你一共想请几天假，你一共想请几天假。小丽说三天。好，这个在公司同事说小李那个刚刚的男人是什么，哎呀咪咪那港里啊，那个是火，那个刚刚的男人或咪咪那港里啊，人是你们公司的吗，你都公里啊哪里，你对他了解吗，了解是老师把那嘴都表达了了解，哎哪里的，你对他了解吗，对啊老师把了阿伯。你都不把哪里了说都教你不让哪里说对不我们呀。好，那老师讲哪里说，你们跟我一起上个差不多有七八个月了，可能那是哪些，你们有没有了解老师，当然 了解老师的事嘛，好，老师的事情你刚刚哪里的，好，把票他们建议谁出的，明天你刚票咱们你哦没谁出人这样穿没，你咋没刚票咱们俺你刚批不得你啊！而且你俺讲到这个，比如台湾讲的，俺困有嘞，一困有比啥这一件不这样，俺一零一这窟窿大娃的窟窿大为嘛？俺比如他把路虎了，一零一大娃说台湾嘛，面送一零一大娃路虎，一零一大娃完你刚批不吹他路了，啊，一零一大娃的窟窿力量大比他嘛路，啊，台湾讲哪里有这一茬啊？啊，一零一大娃的窟窿力量比刚批比较大吹嘛路，比如他啊，所以就是你们有了解老师，可是老师这种女的比较比没，老师。这个谁敢用嘛了没有，就是你们应该了解老师是对你们好，因为你们了解老师的心嘛，所以老师这个是了解啊，了解路边一路那拍照嘛，啊一路了解拍照了解，你对他了解吗，你读不吗，哪里了，就是你读讲不到哪里了，所以这边没有六八大变比较好不呢，那小绿说我们马如过去是邻居，过去说老师教他一般是八大变没有撇多哎，不是撇多哎，哎移动卡 pass， 哎这个哎行个，我说移动啊的，所以老师这个表嘛，这个老师不太会用这样子的，这个表嘛是老师怎么样？我们以前是邻居路的懂呢，所以我们过去是邻居路就用法，老师这个表嘛他们懂呢，不会用的，那老师阿妈看呢，
好，我们以前是零级别都能在这边，开始老师就给这老师啥 dashboard 啊啥，所以就是说 dashboard 啊，当然这个比我那么重要。我们过去是零级，马如引龙个啊这个，印尼亚经理 PK 不来的，后来然后加入的是 PK 的大学同学 University Adam Glassmate PK 的关系，不但乎啊，曼尼亚电话的一直很不错，教学无没失误哦。你们为什么老师呢一直上课？因为我们关系一直很不错嘛，不等我们说不，老师虽然脾气不好生气，可是老师对你们好啊。老师这有时候你们没有看书，可是为什么你录啊这么臭不啊这样把路门臭掉了，还是你们很乖呀、啊、你录零马了、哦、所以我们关系一直很好、哦、老师跟老师长外关系很好的，一直很好，很不错，很好，东路亚的马路不等我啊，就是这还在老师长外的就撒大门亚一下，老师长马烟这请的宝贝了，我们关系一直很好的，老师要不等我应该呢，老师讲哪里，虽然你啥没压别吧，老师这样说请教马普罗，老师呢老师讲哪里，就是关系是很好的，所以不等我应该呢哈，所以是一弄下来老师说你拿金币开户人老板叫了 University 嘛，就讲这破皮的不等我的啊，到效果你说不了高年岁好不好，那同事说他一般不满的喜欢做什么，他一般喜欢做什么，都帮忙阿比巴罗来在的，今天嘛老师讲了，你一般喜欢做什么？东路亚的，你一般喜欢做什么？你帮忙阿比巴罗对巴罗来在的这下面，他有很多爱好，都嘛挖到那里，咪阿机器人，唱歌的清楚的，画画儿不几岁的，踢足球不龙感的，什么都会，一样懂的，好了，爸爸屁屁得的，嘛说的，我什么都会说，啊爸爸屁屁比我得的，比如说。你德语啥的的，英语啥的的，什么什么 language 也厉害着的。哦，我什么都会，我不会漏着的，路啊什么都要会，马上去漏着。不要说我不会，你有漏掉个，哎，你这个会吗？对，你这很棒了。其实我们是不管是去哪个国家，别人也没得到，人家要这样嘛，过怎么样啊？就是成绩啊比较好吧？喏，你什么都会，老师说谁？你漏吗？够米了吧？好了，没关系，我帮你弄。我漏着把你弄模糊，来，我帮你的，因为我会嘛。好，好，因为啥把大屏幕录来了？好，那我来翻译啊，把大屏幕，因为我会说嘛。还怎么样录嘞？我一会一点点。啊，这样录嘞？哎，我还可以。那我们学校现在教嘛，你嘛录把大屏幕不录嘞？哦，我还可以去帮忙。哦，教会什么？我什么都会呀、啊，啊，爸爸去得的，所以老师大部分都什么都要会哦，爸爸去得的嘞。那同事说真的，你咱表妈们没工撇得的，我妈别撇说真的这个，他说真的没工撇得着，你咱表真的那个啦。那他说呢，你介绍我们认识认识吧，啊，但是差点不能拿糖龙岗，你介绍我们认识认识吧，你俺肉一你俺肉没事别包的，小丽说。讲到这面嘛，拿来他嘛，是两三个五块的干嘛？不是要把关起来是吧？不行，不是不可以的嘛，比如你也不的。现在他是我丈夫，都话很爱耶，肯不比你比的。好、哦，好、哦，他现在就是我丈夫，都话很爱耶，肯不啊，就是那就是老师讲到这样嘛，同事干来把片不咯？门口里哦，乡里也来门口里。啊，毛不多啊，胡家罗，那肯莫拼的。所以老师顶嘛子说，开讲都在讲你没有啥的一些哈。好，那老师哦，那个，那老师请一个，昨天网络不好，没有读到那个，我忘记那个吧，跑去哪里？玉柔，有给倩倩念好了。老师要念吗？对，你要念。哦，同事说小丽那个高高的男人是你们公司的吗？你对他了解吗？小丽说我们过去是邻居，后来是大学同学，关系一直很不错。同事说他一段喜欢做什么？小丽说他一段我不能一般。一般喜欢做什么？小丽说她有很多爱好，唱歌、画画、踢足球，什么都会。同事说真的，
那你介绍我们认识认识吧。小丽说：“不行，现在他是我丈夫。好，那再一家，周太太呢？做没？周太太说：“最近过得哪里？我觉得我挺难。”拿耳朵不舒服，拿耳朵了说，别你阿妈，米蒂你阿妈说，多说阿罗，别你阿妈不舒服说，别你阿妈好好让你来，你们刚你那天来，你们刚说的哈没有，哪有都不舒服说，等你阿妈你路么讲，我还在你们看哪有来路没有，刚就刚完改，过了个拿的路路，吃了就了吃了拿的路，面弄就了面弄完改，我再瞧不要个恭喜呀哈没有。哦，哪也都不舒服。哦，最近我觉得哪也都不舒服呗。你阿妈你路抬路么高木嘞？你带我去医院检查检查吧。但是再查了不咯？你阿过来带个咳嗽了，你阿使用咳比较check 每日 check 个咳嗽录比吧啦不？那周明说不用去医院，使用大部分录不嘞？谁都有办法，不都么说嘞？你来去嘞，看好你的病，你有个股票录不？不都么说你来去嘞？把配偶二十个表来说句啊！我问你，哪里没买的？你多久没运动了？你那天俺们老聊不老家没来的？周太太说，我3年没运动了。那天俺们老聊冬天喜欢没的？周明说，谁都知道不怎么说地来的，运动对身体好。这么一样，你就是说那天俺老远不能这么一个高人说阿龙地来的。但是大妹妹，你吃饱了就睡觉，你白话比说咋呢？哎地的，周太太。为了健康，这么不对，我真应该多锻炼锻炼了。哦，我真啊得给，应该对呢，多咩咩锻炼锻炼，就是说，家呀，你这个露点不露点呢不喏？从明天起，从啥嘛？明天起说，没那盘个傻逼着。我决定每天去长跑，说长跑说了说，就是说歇一边嘛不？微避免所以哈密瓜，所以啊，那反正啥比哦，微避免不，避免你经常漏买是送偏来避的，我们那反正啥比哦，你经常漏买不，那老师，天推江南生哈，江南生怕在家。在家，周太太，最近你觉得哪耳朵？最近我觉得哪耳朵不舒服，你带我去医院检查检查吧。周明，不用去医院，谁都有办法看好你的病。我问你，你多久没运动了？周太太，我3年没运动了。周明，谁都知道运动对身体好，但是你是二嘞，是饿了，就是不是饿，是二嘞，你吃饱了就。你是饱了就睡。周太太，为了相敌，不是我哦，真，为了健康。为了健康，我真应该多锻炼锻炼嘞。从明天起，我一定每天，决定。我决定每天去一长跑。长跑，好，那最后一个运动很重要哦。这是老师脑松啥白的，你讲到比老师比你比的讲到，那老师比较可以靠 the HSK 脑松啥白的 SAE 不准，就是打比他了，这个要了解，蛮好。HSK 的脑松白的吧，没有题目了，为什么？教文一步的打比赛了，讲到第二年，所以老师 SAE 看嘛会帮助运动很重要，exercise 也应记得的。这句话谁都懂，这句话说第十个钟第三讲过，句话第十个句啊话也没有变，但是这句话第十个空啊，句子空，这句话第十个空啊，谁都懂，没都没说阿龙哪里的嘞？运动很重要，但是大白没的，你知道怎么运动吗？不，努力进跟路边来说，你对啦。哦，你进跟路牛长哪里有多，不要他了。第一，把他妈的苦噶。哦，第一就是 first，把他妈的苦。要选择，选择说实话比较多嘞，学前呀没。对，
的时间慢跟的情况越切啊们。一般来说一不要拉表压音，所以老师一般来说就是说一不要表压音。一般来说一不要表压音呢，早上九点是最好的时间，所以如果你想要做运动，你要选什么？早上九点是最好的时间。反正过来呀，刚从前去的人。哦，冬天上雅的嘛，要再晚一些。奶奶老家人不高奶不？那上雅的家人老师啊，好像没那母女奶奶老家人嘛啦。所以，要晚一些。奶奶老家嘛，老婆。啊，这是老师运动啊嘛，要对时间，慢干的请皮啊嘛哈。第一个，第二，努力啊个阿要选择对的地点，地点说 location， 哦，地点 location， 慢干的 location 皮啊嘛，说慢干的你啊皮啊嘛不，把嘞公园、班前、山上、大漠、游泳馆、遗骨馆，所以老师你买遗骨馆，我就用关注一动呢。所以你亚里亚公园山上游泳馆这些地方都你亚里亚龙岗可以运动，你经常露露亚的游泳馆从来老说一股人吧，一股也是一种运动嘛。所以来说第一个就是要选对的时间，第二个就是要选对的地点，第三个亚巴罗的必须露爱的要根据自己的，根据说不得比如说说比如的根据自己的健康个人健嘛一年不得的情况去牛津运动啊嘞，比如说明啊那龙门高那路，啊未必你路呀了，不可能，明你那龙心心健不好，那龙门高那路，所以老师讲到表根据自己的健康情况，个人健嘛一去你呢不得比着，你怎样路不路啊的？那如果啊个月你很久没爬山。你啊当我们在家里或者他妈妈后游泳了他们过来家里，所以运动一会儿就一定要休息休息，对一下吧，看那你经常看那路比对一下吧，哪也没的，比如说你当我们在家里如果到时候你当我们在家里比如说我说你来不对的嘛，我们看来哦，因为你很久没有运动很久没有爬山嘛，那老师游泳呢你很久没有，你起立你很久没有游泳了，你去游泳吧，觉得吗切亲我怎么了？游泳了，老师一个人在说，就在这里游啊，没有戏的嘞。所以老师一定要休息休息，还要记得，那他呀，我们喏，那米亚没的，刚运动完，你这个露比卡萨嘛，刚运动完，哦，口渴的时候，口渴一撒热水嘛，不要马上喝水，有吃什么到呀？这个老师有听过吗？你妈比妈胡到哪里呀？你今天路比是到多少路？地段的刚刚你了解，这是老师 everyone 的每里年几段的哦，所以老师要教大家记得哦，刚运动完的时候口渴了，急啥了，可是你不要马上喝水，你身心已经到了，你应该要等五到十分嘛，俺们那个你身边老嗓子嘛，老师要喝水啊、哦。那老师念一下 keep your way， 运动很重要。你下来了啊？有有，老师有听到。运动很重要，这句话行动多。但是你知道怎么运动吗？第一，要选择对的时间。一般来说，早上九点是最好的时间，冬天要再晚一些。第二，要选择对的地点，公园、山上、游泳馆这些地方都可以运动。第三，必须要根据自己的健康情况运动。如果你很久没爬山或者游泳了，运动以后就一定要休息休息。还要记得，刚运动完口渴的时候，不要马上喝水。口渴某呢？渴，三声口渴的时候。口渴的时候。啊，那老师那个过来可以的掉了长颈鹿肌啊。那老师先请那个嘛，猴子会第一题，让老师就是一言呢、哦、过来批呗。啊，你老师请帮我翻译一下吧，那边妹妹。猴子会在吗？那假话了，网络不好哦。好，慢磨。
老师，我不舒服，我想跟您请假。老师，老师，你们帮我看一遍。好，那你是2点可以有钱的。好，第二题那个有理查。好的，老师，未来了解中国文未来化，么呢？为了了解。为了了解中国文化，我常常去旅行。第二那个也文化哇，这里有地别那嘛，俺们家可能可以脱去的。不是，为了了解中国文化是吧？第二难言也，就是这里头的那个哪里不？哎，对，为了是吧？哎，对，第二难言这里头的你哪里不？对，我常常去旅行，俺们家可能可以多的。好，第三题那个姨妈屋，我以前在美国学习，后来来中国留学，我一弄啊啊America 嘛，怎样的呢？那我本在罗丢皮嘛，丢皮嘛，那个家皮的。啊，不了呗。那个嘉宾娘在那不？你来，你来，你来。好，第四题，姐弟。好，我最喜欢的季节是冬天啊，在松下的我都感到上岸的疲乏。好，下一位登记目录第五题。我的爱好跟你的不一样，我更喜欢游泳。你也，我的奶奶也有那么多，我该一个月了，我再给。好，那第六题接蛋挞一轮。我认哦识，，no，姐，no，no，no。你认识哪个人吗？认识，他是我的新，他的那个新邻居，年度看了不？印尼啦。印尼啦，印尼的他，都讲我耶，哎，你那间对不对？好，第七题结束语。你考的怎么样？考几分？一共考了280分。你那的考，SSK 什么皮也不如嘞。AMP 哪年嘞？俺们那财务老皮，你也是财务皮给。好，第八题严严肃。你说啥米嘞？没表那么的，叔叔。啊，没就所以接住叔，没你搞了不你咯？好，对，我的口语不太好，你帮我想想，想想，太阳，想想，爸爸，放弃吧，脑中啊不流窜了，办法，你来。好，办法吧，你。我表嘞，我也口语啊，这个表啊，对么讲？我嘞，你帮我想想办法吧。你俩去了先，过年吧，那就过你年帮呗。我想想吧，然后你俩生啥 baby？过年比你俩生啥 baby 拉的。最好都跟中国人聊天啊。你嘞都有没有嘞？把嘞那面标，自家咩咩标，哦，你最咩好咩放标松啊，然后嘞，嘞多跟那个中国人聊天，然后第二，你放松啊，第二没有，那面自家是没标吧？那第九题那个三个题，三个题，五。你有外快没出来了，还是难解了？没那样嘞，班主，我蛮希望的。等会你看我在这边来，
这么多菜，把料的话，他不，那也，那也，那啥啥也，心里的，知道没有？啊，你看年纪了，我们这样了，这样说骂的，俺都骂他嘞，俺嘞这么多菜。你老骂他了，人家骂他了嘞哦，啥白话话，你嘞当然了，对他了不？年纪大嘞，俺都骂他了，你老骂他嘞哦，对他白话了不？所以这边啊，这是提 Nancy。没有，你打算回国吗？你那里在你那奶奶家不？谢谢他了，我还没决定呢。你先说下对。嗯，好。那老师第一题按照的国是公牛面第一题稍微要好老师我站来的时候边要回复一下哦稍微要站公牛面我有嗯小丽为什么要请假星期天请假小丽啊我讲我嘞可以有啥因为他的老同学结婚了。嗯，很棒。前几天在，快不点有吗？请假，前三天。嗯，前三天在，等我呀，前三天在，等我也可以有吗？啊，就不进步了。第二题那个面膜。在江浦有听，嗯，等一下，面膜，哎呀，你把一边拉不，来呀，说下来，小丽的江浦有什么爱好？很假呢，我看到哪没录啊？啊，小丽的丈夫有什么爱好？小丽的丈夫有很多爱好啊，画画、踢足球，啊，都什么会？什么都会，唱歌讲的呀，唱歌、画画、踢足球，什么都会。那什么都会，我不在听嘛，刘洋介绍阿龙，什么都会。好拍屁屁这里我们妈的了沿东路这个表嘛第三题没带出。周太太为什么不舒服因为她多久没有运动。嗯好 KMMO 连第四题。第四题。啊周太太有什么打算啊周太太每天出长跑了。啊每天要出去长跑了。嗯、好第五题推的啥呢什么是真人的最好？嗯，白天你这个老婆啊，我们呢，哎呀，他姑奶，张帅九点，张帅九点起床以后，这人都最好。好，第六题那个素面男的。运动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问题？运动的时候，跟运动时不要马上喝水。嗯，好。那个，好。那老师 writing desk